我倒是没想过靖总是那么妖娇，你知道吗？就算哈，对我是个辣妹，但是我不是那种妖娇型的辣妹，就是小辣小辣而已。那我觉得那个靖总好像有点太辣。超老师，我们的伸展台啊，讲得真好。对，所以可以把他们的曲线跟那个线条整个展露在这个田径场上面。那同时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团体一个激励，能够看到女孩们在团队中的所有的女力的展现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试一下，看看谁的步伐最快，因为最后压轴是75公尺，那时候就是要反超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把最快的那一棒放在最后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倒是没想过靖总是那么妖娇，你知道吗？就算哈，对我是个辣妹，但是我不是那种妖娇型的辣妹，就是小辣小辣而已。那我觉得那个靖总好像有点太辣，虽然它是一个很正式的运动，但可能因为我没有接触过，所以我自己心里会觉得我好像扭不起来。靖总，我觉得你的步伐可以再大一点。对，有点像类似，有点尿急的感觉，好尿急哦那种。好，尿急，尿急，OK。有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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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枪响，我们开始出发。哇，第一棒赢了，很快。我就说这个对清理就是不简单，而且他的技术哦还不错呢。对对对，好像刚才透过你的指点之后，交棒，马上交棒，加油！交棒了，哇，交棒了，算蛮顺利，蛮顺利的，的确的确。第二棒是一任。教练，你看他的姿势应该是还可以吧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是经过刚刚练习之后，对，持续的领先，马上很快的要交到了第三棒。糟糕了，被反超了，应该是雅涵。你看一下他的姿势好像太过于前倾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可能想要冲线的动作啊，其实这对姿势上来说并不是那么的标准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也不放松。靖总其实越放松会越走越快，越轻松越好。哇，目前又进入到一个非常焦灼的一个状态，已经不太清楚谁暂时领先，因为现在是一个弯道，弯道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一个区域。哇！我们要快要接棒到最后一棒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接力的部分，前面的棒次分别是65公尺，在最后一棒我们必须要完成的是75公尺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两个走的动作很好，是，其实我觉得第三、第四组草莓他们这边其实还蛮标准的哦。通过终点，蓝队第一名，然后绿队第二名，以及第三名的粉红，以及第四名的荧光色。棒棒，我们拿第一名，好开心哦！我已经好久没有得第一名的感觉了，好厉害哦！没事。来，我们跑第九。超棒的。对。你脚好累啊，是不是？没事。我刚刚说，好漂亮。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我感觉还是第一。好了，水漫游。